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公认的美女并不多，而曾华倩就是其中之一。她的美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，不然当年也不会在毫无演技的情况下就坐上了主角的位置，而且还俘获了梁朝伟的心。当时的梁朝伟是圈内出了名的帅哥，他们两个的结合真的可以用天作之合来形容。一开始这对小情侣也是恩恩爱爱，甜甜蜜蜜，可是日子久了矛盾总会有的。随着梁朝伟的工作繁忙，而他却像小公主一样非让男友陪着自己。他在感情中遇到的这些烦恼基本毫无疑虑地讲给了闺蜜刘嘉玲。他虽然不喜欢梁朝伟这样的恋爱方式，但是刘嘉玲却动了心思，所以在他们相爱六年分手之后，刘嘉玲就和梁朝伟走到了一起。因为这件事，他们俩姐妹之间也彻底闹掰了。1996年，曾华倩嫁给富商林兆基，两人有一个孩子。可曾华倩的控制欲还是一点没有收敛，熬不过七年之痒，两个人在1996年离婚了。如今54岁的曾华倩虽然还是孤身一人，但是风韵犹存的她有美貌、有事业、有孩子。有一次，曾华倩在网上晒出了自己和儿子的合影，而有网友就调侃说：“这明显就是对刘嘉玲的讽刺啊。”